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与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，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与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，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与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，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保罗在这里提到传福音的四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言语，神的话语是要被传讲出去的，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讲到，若没有传道的，怎么能够听见呢？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，常常忽略了这一件事情，我们忽略了传讲神话语的重要性。我们常常以为，我们只要安安静静的做见证就好，但事实上，你若不传耶稣的名，他们怎么知道有一位真神的存在呢？你若不传讲主的圣洁，他们就怎么知道罪恶的可怕呢？你若不传好福音，他们怎么知道生命有盼望呢？弟兄姐妹，若是你的口不开，福音就被我们封闭住了。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凭信心将我们的口打开，我们就看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就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口成为神的器皿，让我们口中常常传讲神的好消息。第二，就是我们的作为。不但我们的言语是重要，而且呢，我们生活的见证也是同等的重要。T.L. Osborne 他曾经说，其实福音书有五本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第五本就是你自己。其他的人都看前四本福音书，可是呢，你生活周围的人却看第五本。我们看见福音不但要靠口传，福音也要靠身传。
我们的生活见证其实远比我们嘴里的声音还大。我们的生活见证可以影响别人，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相信神，接受神做他们的救主。第三，有神迹奇事的能力。是的，今天我们需要神迹奇事的能力。虽然神迹奇事的本身不见得能够叫人回转归向神，但神迹奇事却能常常叫人明白神的怜悯恩慈。所以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里面说，门徒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就与他们同工，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但是要注重主的同在而已，我们也需要注重主的同工。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因为主与他们同工，就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。什么时候当主与我们同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迹奇事必然跟随着我们，就要吸引人的心来归向神。第四，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，因为至终只有圣灵有能力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我们需要欢迎圣灵来工作。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常常陷入理性的辩论里面，但事实上理性的辩论永远无法叫人信服的。因为如果你赢了，他一定心中不服，然后下次再来辩论。但万一你输了呢？那更不用说了，他更不要信。而只有圣灵能够在他心灵的深处来工作，叫他能明白自己心灵深处的需要。我们需要欢迎圣灵来工作。弟兄姐妹，求主的灵来帮助我们，在每天的生活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器皿，欢迎圣灵使用我们来成就他的工作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在你有无限的能力与恩慈，我求你的灵再次使用我们，成为你的器皿，借着我们口中的言语，借着我们生活的行为，借着我们对你深深的依靠，让我们身旁周围的人能够感受到你的爱与怜悯与恩慈，然后让他们的心能够回转归向你自己。愿你在今天就使用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